世界没有你，如果他还没有停，如果有眼睛没有风景，如果命运的排序没安排我们的相遇，那掌心的吻也许无路可去。真心总寥寥无几，繁星也含蓄，爱是凡人不懂的天机，长在皮肤的命里，心动轨迹都转心意，因为你这几晚一算计，这爱情是注定，一长一短一平一那都是你，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是梦境，这一悲一喜一醉一醒生生不息，美得无与伦比。天君法令，未得御令不得入内，违者杀无赦。师姐不要！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快点跟我走！不行，我不能走，我走的话，你怎么办？爹怎么办？桃林怎么办？我若是真的没错，神尊一定会救我的。傻丫头，凡涉及魔族，除了至亲，谁敢蔑视天条来救你？快点跟我走！不走，你真君，臣在。炼化魔器一事准备得如何了？回禀天君，已准备停当，只是还差一位上神相助。你们都看本座干嘛呀？这天宫就剩本座一个上神了吗？云峰。臣在。九臣已跟随师尊闭关，其余上神都有司职在身，离开不得，所以你。臣亦有司职在身，不敢疏忽。云峰上神，如果你不想做，找一个好的借口，说你恪守神职，诸神谁会信呢？我重伤未愈，青瑶医官说我这近百年、近千年来都不能妄动神力，否则的话。云童上仙道。启禀天君，桃林青瑶刚刚在紫云台劫走了醉仙灵犀。什么？哼！紫云台有我坐下两名神法使看守，他如何能劫走灵犀？是啊。本座的部下也在，凭他区区一个小仙，怎敌诸仙之力？看守灵犀的诸仙，一人仙羽。什么？诸仙如何仙羽？
你可是亲眼所见。青瑶医官毒杀诛仙乃是小仙亲眼所见，只因小仙丢失五万年神力阻拦不成，便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去，圆童无能，请天君恕罪。你胡说，青瑶医官绝不会如此。紫光方生，末将在。你二人率领一部天兵捉拿醉仙、青瑶与灵犀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天君，是与不是抓回来一审便知。恳请天君批准让小仙带一部天兵前去缉拿两位罪仙，若辱君命，圆通日提头来见。好，准奏。谢天君。天君，云峰请命。云峰，你不是重伤未愈吗？还是好好留在天宫养伤吧。传令下去，云峰不得离开天宫。是。本将奉天君之命，前去捉拿醉仙灵犀、青瑶，尔等随我一同前往。是。他怎么还不来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我怎么能够知道呀？青瑶，灵犀呢？在这里。你怎么把灵犀也迷晕了呀？天宫有何动静？上午我已经尽量避开天兵，避无可避的都被我迷晕了，应该还有时间。嗯，怎么来得这么快？分头走，青瑶，你带着灵犀走。是。师父，那我呢？在那儿。分头行动。是。强求不得，你心中有惑而不得其解，乃是你以泥足深陷，别无出路。帷幕所见，格局所限，坐井观天，又怎能观天之浩瀚？莫非你井中所见是天，你所未见，就不是天了吗？即便身在其中，又怎能不知天地浩瀚？格局或许能遮蔽我的双眼，却遮不住整座的天。弟子观天，乃是用之以心。胸怀大事，天便是天，不分内外，不管置身于何处，
少一片，少一点，都不算完整。敢问师尊，这不完整的天，还能称之为天吗？天地一重法则，法中有序，序中含道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背道相持，唯能取其一。当思量孰轻孰重，未留一汪落水而舍整座天地，知否啊？从未想过要毁一方天地，也不许一方天地因弟子而毁。此乃死局无解，你可是悟了？不悟，弟子坚信必有其破解之道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虽背道而驰，却终有尽时相聚。阴阳充气以为和，弟子要取的便是那个和。禀告恩主，桃林灵犀已逃离天宫，正遭诛仙追杀。一定不能让他落到天族人的手里。一旦灵犀死了，魔君就再无重见天日的机会了。不惜一切代价，把他给我带回来。是。平时处事向来稳妥，怎么偏偏这次犯了糊涂？天宫占卜之位，又岂是你一个区区医官能够抵挡的？云峰上神，天君严令，不准你离开天宫，还望你不要让我们难做。本座离开了吗？本座离开了吗？本座就是在这转转，哪儿为难你们了？卑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上神，哟，这是要动手，要打本座？来，打本座，本座不动，让你们打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上神息怒，我等也只是奉命行事。你呀，还有你，本座记住你们俩了。怎么？还要跟本座回殿中喝茶？嗯，卑职不敢，卑职不敢。回去守门。是是。不行，
我一定得想个办法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用什么方法？我想想。哎。当初公开战报，害我袁氏一族的时候，没想过今日吧？我是没想到你被废掉50000年修为还能追到此，不愧是曾经的四大战将之首。怎么样，被废掉修为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很快你便能亲自体会了。源头，我们上当了。说，灵犀在哪儿？你以为仅凭桃林就能保住魔孽吗？你以为抓住灵犀就可以光复袁家，让你的母亲起死回生吗？残害紫云台天将，包庇醉仙灵犀，你以为自己能逃掉？将青瑶拿下，我去捉拿灵犀。云峰上神，末将奉命缉拿醉仙，若欲抵抗，当可杀之。你做得很好。多谢云峰上神，若无他事，小仙还要继续缉拿醉仙灵犀。云峰上神，那这桃林醉仙暂由本座看管，无需尔等。可是，怎么，信不过本座吗？末将不敢。
是你啊。不是我还能有谁啊？这个世上除了你爹，谁还能豁出老命出来救你啊？那我师姐呢？你师姐？师姐被抓了？那倒没有，就是和程燕带着天宫的仙崽子到处兜圈子。程燕你是知道的，打架的本事平平，可是逃跑的仙法那是一流的。可是他要是被天宫抓到的话，关个千八百年是躲不掉的了。我要回去。干什么去啊？我找我师姐去。你找你师姐干什么去啊？你师姐被抓顶多就是关个几千年，你要是回去被抓了，那就是小命都没了，你爹不是白折腾了吗？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一直逃下去吧？那桃林怎么办？桃林可是你毕生的心血。什么桃林不桃林，什么心血不心血的，有爹在桃林就在，哪重不是重啊？可是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，天宫有那么多神仙，我们能跑到哪里去？这要是万一……什么万一？什么万一？小小年纪说什么丧气话呀？合着这五万年以来，你爹身上这股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劲儿，你是一点都没学会呀？娘儿，爹都想好了，之前九成不是说要把你封禁吗？爹觉得这个办法特别的好，爹知道一片岛屿极美，爹就把咱们封禁其中，稳妥点，先封他个十万年，到时候咱们妇女往里头一躲，就是不出来，急死他们。你不喜欢桃林吗？没关系啊，咱再种啊，种得更气派更漂亮。爹这一身的医术也该好好的教你了，你看到时候咱又有地方待又有事情做，我觉得封禁个十万年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你觉得？爹，女儿对不起你。女儿，你是说的什么傻话呀？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？爹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或许以后会有人管你，可是爹以后管谁去啊？爹，好了好了，还有好多路要赶呢，听话啊，别再耽误了。爹，以后女儿都听你的话，你说去哪儿，女儿就去哪儿。我还要跟爹一起种更漂亮、更气派的桃林，我还要跟爹好好的学习医术。不过爹，你刚才说错了，你别说是十万年，就算是五十万年，不，一百万年，只要有爹陪着女儿，只要有爹陪着女儿，女儿就不觉得闷。那就先不封十万年了，一万年看看。那不行，那说了十万年就是十万年。好好好好，十万年，十万年。不过爹，你之前在天宫做的好好的，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？那个玉离仙子说，他说你是被天宫赶走的。国师，魔君要找的那个女孩找到了。是谁？叫灵犀，天宫也知道此事，现在天族和魔族都在捉拿那个女孩。灵犀，国师，我们不能让她落在别人手上，我们需要她牵制众好，还需要她修复我们和国主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必须把她抓在手上。走。九臣，十万天兵天将，你亦能含泪杀之，那可是六界苍生啊。
凡人常说，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，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凡人尚且如此，我受凡人香火，被尊称为神，当如何？这个孩子，他对我有恩，他有今日种种，都是我的过错，我怎能弃他而不顾？以你的修为，没有他，魔君也奈何不了你。他有今天是天道，天道不可违，你莫要害人害己。既不可违，弟子便不遵这天道。弟子欲直面本心，遵己之道，立命于因果。九臣，你可要想清楚啊。弟子已经想得很清楚了。不可，当日所为是因，今日种种便是果。灵犀不是那汪洛水，这方天地也不是苍生。师尊仙法超然，不是弟子能及，但那毕竟是师尊的道，不是弟子的道。师尊为弟子指示方向，但始于足下的路，仍需弟子亲自前行。说，我是不能说。万一师姐被天宫的人逮了过去，那普化老儿顺藤摸瓜，找到你我封禁之地，给咱爷俩来个瓮中捉鳖，那岂不是更糟糕？那不行啊，没什么不行，莫动了先例，凝神收敛气息。爹，带你继续赶路啊！爹，醉仙灵犀，还想逃？乐伯一仙，此处万里天地已被我部封禁，你还想逃去哪儿？臭小子！当初老夫可是救过你好几回，还不赶紧给我闪出条路来！职责在身，恕难从命。那老夫今天就打出条路来。
先走，这里交给我。爹，快走，快走。周浩，你命还真大。废话少说，不自量力。爹，爹，你快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爹，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你，我不逃，我跟他们走。爹，你别这样。不是你的错，怎么是你的错的？爹逃不动了，爹逃不了了。爹爹说，我肚子里再往西有一个海岛，岛上种满了桃花，就是咱们桃林的那种桃花。你一定认得，岛上有一个仙人，叫做扶手陈君，他是爹的旧友，他天生胆小，一定不敢救你。但是他有一个死对头叫西王母，你只要告诉他，你一旦被抓住，就要把他的藏身之处告诉别人，他就不得不护你。你抓进去了，躲着，千万不要出来，千万谁都不要相信，更不要替爹报仇。就你那点本事和爹一样，谁都打不过。这辈子爹打架就没打赢过，导致如此，爹当初就不该休医，应该练武。爹，你能不能跟我说这些？爹，爹，你别说了。爹，你别说话了。林心，还有一件事，爹要告诉你，爹不是你的亲生爹，你的亲生父母另有其人。爹，你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爹不会胡说的。5万年前，神魔大战，爹正好路过幽都山，当时九成已经作画了，爹就在那个时候捡到的你，你那个时候就这么大，你别说话了。爹这一辈子都在找你的亲生父母，但是始终没有找到。你的日子还长，你怎么都能找到。你记住，就算爹不在了，这个世界上你也不是独自一个人啊。爹，爹，爹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回桃林，回桃林好不好？我会给你疗伤，你记住，爹，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，不要回头，更不要报仇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爹，醉仙灵犀，你们还想逃到哪里去？月童，你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？你放了我爹，冲你来？你师姐为了救你杀害紫云台天将，你担得起？你胡说。我就是在胡说，那你又能奈我何？神尊百般袒护你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今日你恢复战报，害我母亲命丧祠堂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今日是你兄长入魔在先，你陷害神尊在后。我是恢复了战报，但是我没有想将他公布于众，是你苦苦相逼将我打入洗仙池。袁童，你欺人太甚。我就是欺人太甚，看谁还能护着你。
的魔气比上次还重。哎呀，一定是那小仙与魔族有关。这若真是魔君重现，不知将有多少生灵要惨遭涂炭呐！当年战神将魔君封印在此，抓紧时间找到封印处。就要重生了，来，到我这里来。顺从，我没事。受伤了？我没事。是我
伤的你吗？林夕，林夕，你看着我，看着我。我没事，我没事。神尊，是不是林夕做错什么事？他们为何都要杀我？这天宫不是一向公允吗？这诛仙诸神不是该维护法度吗？我没有杀过人，我没有杀过人，他们为何是我入魔？为何要杀我爹？你没有做错事，不是你的错。那是谁的错？是谁错了？是我错。是我错了。林夕，你还相信我吗？他在骗你，小丫头，他在骗你，不要相信他。只会粉身碎骨，神魂俱灭，你会死无葬身之地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们走，走。转眼又心碎，将如期都。